近日正是央视春晚彩排的期间，不少女明星纷纷现身彩排现场。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大连排了，不少明星的路透照已经有好几次了。其中迪丽热巴的路透最让人感觉惊艳，作为顶流小花，美貌在娱乐圈是天花板的存在，身材又很绝，怎么穿都好看。这几次路透中，迪丽热巴都穿着红裙，惊艳妩媚的少女感扑面而来。对于热巴这种又高又瘦的女生来说，彩色毛绒长大衣相当合适好看，到小腿的长大衣露出纤细的小腿，这样的长度不显笨重不压身高，穿毛绒大衣时露出小腿或者穿紧身裤是最合适的，上松下紧。热巴的发型也很洋气少女，黑色长卷发不看脸就能感受到女神气息，她特别适合这种长卷发，恰到好处的妩媚和轻熟。热巴现在的年纪正适合轻熟打扮，大部分头发都披散着，耳边两缕头发扎起来，能露出整个五官，同时也让发型有了减龄效果。热巴的妆容也偏粉嫩，和粉色大衣相呼应，少女感呼之欲出。她的眼睛比较修长，这样的眼睛更妩媚风情，女人味十足。迪丽热巴第一次被拍到现身央视春晚彩排现场，穿的是绿色毛绒外套，同样让印象深刻，晕染绿色花纹，好看不单调，清新的绿色瞬间带来了几分万物复苏的早春气息，搭配浅咖色条纹渔夫帽，温暖又文艺。下身是灰色收脚运动裤，脚踩白色休闲鞋，造型时髦舒适，完美，没有用力过度的感觉。这几天真是粉丝和路人粉的福利，看到了不少热巴的私服。大家有被热巴这几次的路透惊喜到吗？